各位观众大家好吼，我是台湾日报社长李木通吼。啊，今仔日咱足欢喜吼，咱有一个世界商会总会长杨信先生吼，啊，伫咱的现场吼，啊，咱要甲做一个专访安尼吼。啊，杨总会长你好。李社长好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朋友大家好。杨社长，杨总会长吼，啊你。去年到尾，你就当选这个世界大商会的会长，的总会长，吼、哦。啊你的任期偌久？咱一任一年。啊，一年。做啊，这个今年的9月30。哦，9月30，吼、哦。咱的观众哦，有的对这个世界商会哦，就讲世界台湾商会哦，无啥了解吼、哦。啊，你是不是上大概也介绍的这个世界商会是甚么款的组织啊？做甚么代志吼？真好。这个我加入洛杉矶台美商会了后，服务咱洛杉矶遮的社团，然后再佫参与这个北美洲这个社团，所以做北美洲的总会长，第17届的款。这摆呢，受到北美洲足济这动向啊。直直鼓励啦，讲都爱代表北美洲出来参选世界总会长。所以伫即个旧年的10月7日，接任总会长第20届。即、這个世界总会长吼，实在是真辛苦的工课，都爱走6大洲，去各地区的商会来讲即个拜会。来甲因了解因即个会务，甲去熟悉即个各商会即、這个，即咱的动向。所以你的功夫比台湾的总统广较济呢。世界6大洲都走来走去啊。是啊，目前即马世界有68个国家，180个分会。即最近的佫加两个国家。印度甲缅甸，所以即摆计70个国家。70个国家，拢有咱的台湾台商，台商。台商。敢若东南亚都差不多3万几间的即商商。所以整个全世界，我相信超过40000间的即个商商。你拄仔讲6大洲，吼，亚洲。即个澳洲，非洲，大洋洲，中南美洲，甲咱的北美洲，中南美洲甲北美洲，所以6大洲吼。6大洲。即个会长是毋是轮流咧做？会长过去是每一洲照轮的啦，但是即摆因为要做会长吼，当然亚洲甲北美洲吼，算人口较济吼。所以即摆有大家有一个共识吼，敢若是就互即亚洲甲北美洲加做一任啊。比如讲六年内面吼，互北美洲甲东南甲亚洲加插一任。安尼吼。因为即两个洲较大吼，即大商较济吼，较有实力吼。较有即个人才来做即个会长，总会长。对，因为要做即个总会长吼，除了讲爱真热心啦，为着要服务即咱即个乡亲吼，大家爱较努力，较真正落去共做代志啦，袂使讲干呐摕一个抬头吼，要做业务委员。对。你拄仔讲27届，所以你是？我20届。20届，即摆20届，即摆第20届，你即届你有想你的任务吼？你家己设的目标吼，你要完成什么代志？我即届是咱每一届即总会长拢有一个，算伊的证件吼。我的证件是即个经验传承，甲要帮助少年人创业。因为我感觉即摆咱即代即边大概拢差不多60、70岁啊吼。对。即差不多拢接近即退休啊啦。对。所以即第二代吼，爱个人出来接即个承，即传承吼，爱出来接。所以我有设一个即个创业，即个奖学金，基金，帮助第二代出来做生意吼，来
来给帮助也好，来给投资也好，将鼓励性质啦。希望讲这个基金会当，我是先用$100,000。我负责拨款$100,000。做一个敢那规划的吼。希望这块规划当哪年哪大个啦。以后靠年龄的人，不一定要有钱，叫我都做总会长嘛。这个商会本身就真有钱啊。这个用意在遮啦。那个少年人要创业需要本钱哦，要安怎样甲恁申请？阮因为阮即届才开始吼，所以阮即马即个为$100,000出来做即个基金啊，阮组立一个小组，啊这小组，所以恁啊有人要做诶，爱透过州，还是因地区诶商会来申请，啊，阮即边则来评估看。要用个借伊啊，是要个投资，即款性质啦。各位观众，有需要吼，咱地区若有需要讲，即个少年人要创业吼，有需要本钱吼，会当向你在地的商，即个商会吼，透过你在地的商会吼，向来世界总会吼，来申请安尼吼，咱即摆三月讲要伫咱洛杉矶开理事会，着是即摆，因为咱即摆接即个北美洲接即个总会长吼，伊个规矩着是讲本州会办第二次个理事会吼，第一次着是伫接管个时阵台湾办，第三次则等于台北伊所饭店，迄是九月二七开始，迄是算年会。即摆三月二日则是第二次的理事会，伫美国的洛杉矶，伫巴拉曼丘饭店。所以伫你之前内底爱办三遍理事会吼。对。第一遍已经办过啊，就是你拄啊接任的时阵，迄阵就一遍啦吼。即摆要办第二遍的理事会，即理事会是伫个洛杉矶办吼。第三遍要搁转去台湾办吼。九月份转去台湾办，迄阵就要办。移交予新的会长。OK， 这边伫个三月伫个咱洛杉矶办吼，差不多有偌济人会来？这边这个世界六大洲来有将近700个。敢若少年的敢若讲有正百个。老的就600几个。你所谓少年的是？少年第二代青商，叫青商。安尼足济人哦，600个吼。要住咱洛杉矶倒呀？伫即个东塘的巴拉曼丘旅馆。已经旅馆有法一间互咱住？有，迄间旅馆伊有千几间的房间。咱就该占一半咧吼。咱大概400间左右吧。OK， 做迄阵会足闹热咯吼。真闹热。所以咱有哪有请咱台湾的即个演艺人员哦，比如谢金燕啦、余安东啦吼，来遮表演啦。你有请谢金燕吼，谢金燕即摆是红得发紫吼，那洛杉矶的乡亲要来参加咱的这个庆祝会，有可能无？即摆已经用用要满，因为伊巴拉曼丘讲要互咱办超710桌吼，即摆敢世界遮的商会就超70桌，咱这个有这个洛杉矶的。商会理事啦，甲即个社团咯，所以大家都爱落去。一人分一寡啦。分一寡，嘿。安尼有了解，嘿。即三月咱才会足闹热咯。真闹热。九月咱要转去台湾吼，转去台湾阁办第三遍吼。对。听讲你有要，要创即个邮轮了。即边拄因为我也真拄好哈，做总会长我号召咱世界台商有百几个股东吼，成立一间海外台商旅行社。即个阮太太我来做副董事长，我是发起人吼。董事长是一个前任的，是侨选的立法委员，吴松柏，伊做董事长。你来想讲要办这邮轮？即个是因为想讲即个年岁啊，真侪台商拢60-70岁吼，拢接近即个退休的年龄吼，应该也是着爱抽寡时间来享受人生啦。坐邮轮是一个真好的即个旅行吼。
啊，佫会当招即个朋友啊，伫船顶来交换即个商机吼，啊，交换经验谈。诶，安尼真好。啊，所以有即出发点下，成立即个旅行社吼。啊，即嘛，而且即边佫为了配合即个我总会长十月初要下任吼，所以即届特别甲咱美国的即个公主游轮。Princess 甲伊包。Princess Cruise。诶 ，Princess Cruise 特别包20天的。头一遍，伊向咱买红包船，啊，伊真大胆，伊看咱也真有实力吼，啊，互咱包20天的旅游轮啦。哦，伊会丢这样的照顾魄力吼，照顾照顾魄力。啊啊，我所知吼，游轮吼，哦，伫台湾停的足少，诶，有啦，唔是足济游轮伫台湾停啦吼。啊，这边安尼，你办这个游轮的，好在台湾停吼。以后可能会当希望会当继续吼，会较侪游轮来台湾，这嘛是你办的目的，敢是？是，即届咱办这游轮吼，会当破纪录的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台湾的观光局是足欢喜的，啊，立法院也真支持吼。哦，立法院也支持。足支持的，啊，开足侪变的会吼，啊，所以用台湾做母港。过去游轮是干来问一下导游的吼，啊，并无讲真正对台湾有啥物实际的迄个帮忙，即届。纯粹是为家人高雄做母港，啊，为咱台湾人要坐游轮，都为家人都摕到坐船，啊，去洗洗的了，佫倒转来咱来台湾港，免坐飞机啦。迄个，我看你只行程哦，有几落个吼 ，A B C D 吼，诶，足侪行程吼，啊，即个，你就是第一个行程就对日本转来台湾，咱。即、这个九月二四为日本的代办，即只船交予咱，所以九月二四即只船交予咱了，咱开去即个宫崎日本的一个港口了，就过来吉隆港，三天就到吉隆，九月二四就到吉隆，啊，然后呢，二七才开去即个金门澎湖马祖，迄是美团，哦，迄是第二站，啊，第二站，第一站是代办到吉隆，啊，第二站才吉隆。金门澎湖马祖，哎，敢那四天五天，啊，第三，第三站，因为配合我十月初，我总会长下任，啊，我规个商会要算会后游啦，所以第三站呢是为家人开去日本的石垣岛，啊，再金门澎湖马祖，啊，再去高雄港，啊，第四站高雄港去越南的下龙湾，啊，再三亚。海南岛的三亚，啊，再倒转来高雄港，啊，上尾站第五站，才为高雄港开去澳门、香港，啊，船才到海，拢总20天。啊，你前这20天，啊，你全程拢甲包起来，拢甲包起来。这是串集哦，这是串集。这是因为咱台商有100几个股东哦，大家拢有伊的关系啊。这照顾魄力吼，照顾魄力。各位观众，若有趣味吼，要参加这个游轮的人吼，啊，请你上网哦，看 otcta.tw 哈 ，otcta.tw 哈，因为长啊，你安尼，你做会长了吼，啊，走几个所在啊？唔知大家往哪走？是啊，今嘛都大家回，然后啥物？开会啦，是年会啦吼，啊，拢都爱囝邀请下，请贴来啊，啊，咱都爱去甲出面一下吼。哈，我这嘛真忝哦吼。真忝啦，不过啊真好啦，有这机会吼，去熟悉各所在台商吼，啊，看安尼，逐位台商拢确实真厉害。啊，你有啥物要甲咱观众？讲几句话，咱若伫居留伫世界各地的台商吼，尤其是咱北美洲遮的吼，应该鼓励咱的子孙吼，啊，参加当地商会，会当继续做啊，熟悉朋友愈侪，机会愈侪。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社团。咱商会拢一直拢是支持台湾，对不？商会拢一直，甲咱台湾政府拢会使讲啊，台湾拢真接近啦。
上回也常常拢会接到台湾遐的乡、家乡的消息。哦，安尼多谢杨伟霆吼，多谢啊，各位观众，啊，咱今日的节目就到这吼，啊，多谢大家收看，多谢，多谢，谢谢，谢谢。